这影片呢，我要带大家跟我一起去追星。那因为呢，影片里面都很少讲话，所以我现在用录音的方式来补拍。10:30，然后他叫我出来跟他遛狗。我今天是你的摄影师。帮你开狗狗，凯迪，他想要回家了。等一下，现场是午觉，这舞台好大。没有，他现在终于要去会场了。竹南的向导，哎，你要相信竹南的向导。我是竹南地头蛇，这里我已经生活了18年。然后呢，这个路我每天都走的比你吃过的盐还要多。好了，但是要一直录下去，这样子不要，他手机容量就快没了。不行，我要关。太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，三亮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各位。感谢你们冒着手机没电，硬是要点亮，支持翁立友的光明灯。老天爷，这种人都敢保庇那一台，哦，突然都这亮，太好看的灯台。我刚刚跟还没拍到你，好了，我刚刚红围巾回到手了。Close your eyes。他爆汗了，他没有穿比基尼，而且他穿长裤超小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毕业，快点拍照。哪里？他哪里比拍到了？红衣还没看到了，哈哈哈！谁叫你不来？板就会整个都是气球哟。羡慕。为什么我们走这边？哎，那你晚上回家。第二天，今天是礼拜 6，我要先从竹南坐火车回竹北，然后跟 Sandy 一起去我家附近的新月沙滩。那你家40坪就是1200万，那现在如果卖到3000万，表示如果40坪3000万，表示已经开到70万了。要走去，你要接啊，你要接。那为什么他可以进来呗？你要接，我们现在要走去新月沙滩。新月沙滩。然后今天的压轴是维里安，但其实呢，我也是蛮想看迷先生的啦。
开始，所以我们在外面吃东西。接下来不得了了，我跟你讲，后面这一位，哇，是谁？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让时间停止，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，你还是你。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，不敢牵起你的手，如果没有如果，不敢懈怠，再美也伪装起来。裤子、衣服、包包，月亮超级大。我们会在这里昨天呢就已经看过了，今天就这不行，这一段要卡掉。